狂飙这个连续剧大陆非常火，演员张颂芝表现得相当突出。搭上大陆电视剧热潮，还点名男主角演技好，殊不知李立群被抓到糗大了，闹笑话了。这个狂飙的这个反一号是张颂文，哈哈哈哈，我给讲成张颂芝，嗨，哎，既然要赶快更正，张颂文。好演员，一定是好演员。我没看他表演，但我看了一点那个抖音里面的一部分。尴尬大笑，自曝根本没看过对方的表演，还说很开心有火爆剧激起大家议论。不过被网友狂轰，想蹭热度却说错名字。既然讲错话了，我就特别更正，不好意思，张颂文老师给他讲成张颂芝，哈哈，张颂文老师，请多多包涵。希望这位好演员能够百尺竿头更上一步。两个名字差很大，明显功课没做足。李立群为荒谬错误道歉，让退休返台生活的他社群一阵骂声：你们是自己人，通情达理，你们看门都不会看。演出玩世不恭的反派，演技受到各界盛赞。大陆男星张颂文因烧脑警匪陆剧狂飙，事业再翻红，该剧更被网友封为神剧，豆瓣评分直追琅琊榜，也坐稳戏剧热度榜冠军宝座。资深演员李立群关注韩剧，没想到喊错名成反效果。 TVBS 新闻上正洪廷泰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